花不起的路在村里面做个院子，所有人都觉得不值，但我满心欢喜。院子距离县城四公里左右，没得自来水，没得洗澡的地方，房屋漏雨严重，电线乱打，灯不亮，墙是空心砖，室内没得任何可用的家具家电，连基本的入住条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自己选择了它，啥子都没得，刚好从零开始用双手创造，才不辜负我妈给我这双勤劳的手。拥有一个开满花的院子，过田园般的生活，是我的终极梦想。我把这个梦想定在50岁之后，在接下这个院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实现了。这是我26岁，大学毕业3年，没得车，没得房，没得存款，没得稳定的工作，依旧为金钱所累，为生活奔波，但还拥有选择过啥子样的生活，咋过去生活的机器。朋友说我是唯一怀揣梦想前行的朋友，其实不只是我，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为喜欢工作，为梦想努力，只是恰巧我选择了拍视频记录这种方式。清醒生活给我们宽厚和温暖，希望接下来的人生一定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而这个院子会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在朋友的帮助下，小月开始改造哦。本来打算把所有的硬装外包给装修公司，但是一波一波的报价下来，发现自己的钱包太瘦，所以还是选择自己装。自己做虽然辛苦，但能省下来都是钱，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在改造整年落实在每个小项目上，就发现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连咋个开始都晓不得。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没得家人作为支柱，我连去哪点拉沙，去哪点找师傅干活，这种最简单的问题都晓不得。得空就骑车街上晃，看到有人装修就进去问，请师傅也帮我看一下，出出预算，预算一出就觉得自己真的好穷，需要改造的地方太多，然后就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或者晒太阳发呆，最后都是在别个的改造笔记里面得到治愈，想着会拥有一个同样漂亮的院子，便忽略了这些困难。这样的拖延等到一位空降的朋友，他决定手把手教我咋个自己装，还给我从老家搬来了两个师傅。他们来的第一天，安装抽水泵和水塔，实现了用水自由，屋内所有漏雨的地方都解了，三个人解不到3个小时，成功的帮我避开了解漏。师傅说全屋解漏要9个工，不休息做一整天的大坑。厨房和火塘开始先做简单的，把墙面处理掉，下一步就可以改卫生间和火塘哦。每一个以为很难也确实难的工作，只要开始就会变得简单起来。它不再是我们咬不动的大骨头，而是被拆解成很多小块的骨头，今天咬一个，明天咬一个，慢慢就嚼碎了。今天的骨头是没得脚手架，屋内刷墙赶不上进度，我先后打了很多个电话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租借的，然后轻松搞定。当然我得为我的物质买单，不多，60块钱。朋友说做装修的人赚的就是你们不懂和你们怕麻烦的钱，那我可不可以不耻下问一点，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把每一块骨头咬碎？也许我咬骨头的姿势不好看，但它确实是被我咬碎了。院子已经改造一半，打算给门窗换个颜色，在灰色和黑色中纠结好久，还是选用了黑色漆，感觉黑色更干净、百搭、耐看，这样全部的硬装就以黑白为准。担心漆干不是想要的效果，暂时只喷了一扇门窗，如果不喜欢就方便换个颜色。为了房屋后面这几棵竹子，我把养鸡养鸭的房子敲掉了，这样看起来更加敞亮，又多一个没得硬框的后花园。
很多花草都可以实现进栽。夏天炎热的时候，就可以和朋友们坐在竹林下喝茶聊天。院墙里面挂了两遍腻子粉，有太阳的时候总觉得晃眼睛，但墙面一刮白，这瓦房就有氛围感。屋内正在挂第二遍腻子粉，等干了就可以上乳胶漆，然后就差吊顶了。买砖回来的路上遇见两个旧橱柜，花30块钱买回来，打算改一个床头柜，改一个茶具柜，这种又可以省下一大笔。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天院子改造就1个月了，比我们预想的时间更久一点，事情也在改造过程中不断的增加。但是当你看到我的多肉从家里搬上来，你就应该知道我离住进这个院子的时间更近了。网上买的竹席到了好多天，今天准备开始吊顶。竹席的质量比我预想的好一些，颜色也漂亮。吊平顶比吊斜顶简单，但是我偏偏喜欢斜的，总觉得吊平顶少了老房子的味道。但这房子的梁粗细不一样，位置也不一样，所以做起来比较麻烦，做不好就很难看不说，还得花费很多的时间。修房子的时候应该没怎么讲究，全屋都不能打水平，一打就很尴尬，墙斜地斜四个角也不对称，所以我们总是不断的在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大家都没有吊过，席子也不好剪断，长了短了都麻烦，所以这100多斤要两个人才拉得动的重量真的有点拖后腿。开始还挺好的，越到后面越不行，席子拉不平，从往下吊靠近墙面的地方也有很大的缝隙，所以明天我们要拆掉重来。墙面的灰刮得差不多，打磨好就可以喷漆。在别人的视频里我们学到了一个不错的吊顶办法，今天来实际操作一下。首先需要很多的小木方和压条，木方很好搞定，就压条有点麻烦，买了最便宜的木工板来自己改，老板还自制了个改木条的工具，有朋友来帮忙，老板就不用嫌弃我力气小了。找到了方法，吊顶就简单得多。虽然赶不上进度，但我们这次改造里最大的麻烦又被解决了。除了吊顶，今天还要给房屋上最后一次乳胶漆，然后贴砖的师傅也开始贴厨房和卫生间的砖了。之前纠结的门窗全部换成了黑色，更加古朴简单，但还是对中灰色念念不忘，所以有了这个色的地角线，这颜色一上墙太喜欢了，特别高级。院墙旁边这个花园也是我的，之前没人管理，杂草丛生，又堆了很多垃圾，干活的空隙陆续整理一下，把多余的树枝修剪掉，打算重新翻土种上喜欢的花草。小院改造的初期工程基本完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的关心。关于房东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租房就永远避免不了，但我们要去尊重彼此之间的契约，相信时间有光。改造小院的第47天，围绕我的词语是忙、累、黑、抽、垮。从开始改造到现在，大多数的事情都不是我计划的样子。首先没能按照计划更新视频，然后改造这件事情是越改越多，有非常多的增加项，总觉得其他地方都弄了，这儿也该弄一下，既然都弄了，那就弄好一点嘛。所以人的财力物力都在源源不断的往外输送，而人一旦忙起来，就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容易被生活牵着鼻子走。花2000块钱把28平的旧客厅改造成书房和茶室。我家房子是99年盖的，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旧了，墙上的石灰也开始脱落，墙面变黄，确实需要做些修整和维护。这间房以前是客厅，但自从电视搬到楼下后就一直空着，恰好我特别想要一个喝茶看书的地方，就打算把它改造出来，计划做一个飘窗茶台，一个落地大书架和一张茶桌，全部自己动手，节约成本，顺便发挥动手能力。今天是改造的第一天，选了日子把墙上的所有东西都拆了。昨晚下了些小雨，今天天气很凉快，就去采购了些原材料，给接下来的改造做准备工作。开着我的小三轮去街上拉了4包水泥，花费84元，拉了一车沙花费0元，去砖厂拉了500匹砖花费165元。第一天所有工作进展顺利，共计花费249元，改造基金还剩1751元。
今天我是我妈的小助手，她化身为专业的砌砖师傅。实话实说，今天我才晓得我厉害的老妈居然连砖都砌那么好，我以为我得学一下，没想到完全没得机会上手，直接拜倒在我妈的石榴裙下。砌飘窗台把砖板上都是工作的第一步，其次就是搬沙灰。没被搬砖吓退的我，差点在一桶桶的沙灰里面败下阵来。原计划是砌好之后把里面填满，然后上面贴瓷砖，但是填满的材料全部从大门外头一桶一桶的砌上来，我的手已经支撑不住了。就在内墙壁砌个摇儿砖，打算给它做成空心的。空心的封顶材料会多一些，但是工序轻松很多，多买了四根钢筋和五块瓷砖就搞定了。封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里面四立方的空间完全浪费了，一封起就啥子用都没得，这就是非专业人士瞎搞的事情，只有一腔孤勇，没得全局统筹，不然这个空间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飘窗台的尺寸也做大一些，比我们原计划的尺寸多好几厘米。开始做的时候没考虑到贴瓷砖的问题，所以每个尺寸的瓷砖都要切过，我们没得切过的机器，也没得贴瓷砖的经验，所以说面上的瓷砖都没贴，等后期找个师傅来处理一下。今天是今天，我妈才一天，对她的崇拜瞬间提升了几个点，其他的工作都很顺利，飘窗台简单成型。之前准备的水泥还剩两袋，砖还剩100多块，啥用一半。除此之外，今年买了12块砖，花费324，4颗钢筋花费205，共计花费529，改造基金还剩1222。花2000块钱把客厅改造成书房和茶室的第三天，去街上买了几袋腻子粉，又去五金店买了2套工具。回家的时候特意走这条风景不错的路，到家把腻子粉下了，就去邻居家借几个木桩。恰巧暑假我妹也在我家，不仅能帮我拍视频，还可以帮忙干活，真的是超级兴奋。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刮腻子粉，第一次刮的厨房，但现在已经崩皮脱了。其他的时候我都滚得乳胶起，上次关门市的时候看到师傅刮腻子粉，真心觉得难度不大，以为这点面积嘛我一天就能刮好，但是我们足足刮了三天，不晓得我当时是哪点来的自信，而且这三天还是在我妹和我爷帮忙的情况下，不然的话会更久。当然我们是刮了两遍哦，第二天遇上了大雨事件，搅拌器上的水泥渣全部脱落在腻子粉里面，每刮一下都要把渣挑出来，颜色也不是很干净，完全没得办法赶进度。但就这样我们还刮半天，因为我们都不晓得水泥渣是哪里来的。下午打人的时候我看到脱落才晓得是搅拌器上，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的把搅拌器上的水泥块全部抠下来重新打一通。我和我妹总是刮不平有毛病，我爷就开始给我们收尾，我们在前面刮到走，他在后面察觉不漏。他一个刮腻子粉的业余选手都被活生生的逼成了专业的。今天总共花140块钱，五袋腻子粉100，2套工具20。花2000块钱改造书房和茶室的第四天，准备搭个书架，几乎把我家和我妹家所有能用的木料都翻出来哦，包括叠窗的和搭鸡卷的。到家之后先把这些木块卸下来，然后再把它拆开，把钉子这些取掉。用得上的木块是可以直接抛光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太伤了，所以说我们就把所有的木块都洗了一遍。刚好今天是周末，我要做这个书架，我家全家人都来给我帮忙了。这是我家之前断掉的那棵杏子树，他们说是很好的材料，要把它用起来。本来我计划的书架是很简单的，但是有这棵树，复杂程度一下子就升级了。光把它搬上楼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树很重，所以说必须要把它固定到墙上。我计划的书架全部是用木头搭建的，所以说需要准备很多这种木灯灯。每一根木头都按照需要的长度锯出来，然后把皮刮掉，打磨光滑。我大概准备了24根。接下来就是木板，把洗干净的木板切割成想要的尺寸，再把两面都打磨光滑。如果有不够光滑的地方，就用细砂纸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上木蜡油哦。我这儿用的是桐油，不仅美观，还可以防虫。桐油涂出来的颜色有点木，不够亮，可能是因为木头打磨得不够光滑的原因。但是它和木蜡油是一样的，没得颜色，也没得味道。
不会想非要你睡后亲戚有此必行的味道。以前看到别个拍这类视频的时候总觉得很简单，但自己真正的动起手来之后才发现每一步都很难，这大概就是想象和现实的差距。但时间可以弥补这种差距，只有暑假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所以今年准备大暑假，终于能看到些简单的效果。木板和木桩的尺寸是提前准备好的，只用跟到之前画的图拼接起来就行。为了让它更加牢固，我们在钉子柱上凿了些口，然后用钉子把它们钉起来。本来我计划的是做六层，但是木桩的高度太高了，所以说我们最后只做五层。当时加这棵钉子树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但是没想到它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钉子树本身是固定到墙上的，然后我们再把书架固定到钉子树上，整个架子做出来就非常的牢固。墙面是在大家的建议下我又重新刷了一层乳胶漆，但是当时是晚上刷的，所以说就没配到视频里面。接下来就是简单的效果图，除了插一个大的插座，其他的都基本完工。今天的任务是把一张旧门板改造成插座，先把门板上的锁扣取掉，再把门板抛光。抛光后的门板用砂纸反复打磨，确保平整光滑。这是我第二次做桌子，上次是三年前，也是一张旧门板，那时候还不晓得有那么多好用的工具。当时的四个角都是用钉子钉的木头，放在地上都放不平。学习之前失败的经验，想做好桌面后直接请师傅来做个铁架。在我们这儿买不到我想要的钢材，同时也为了节约成本，就选用两根钉子树桩作为支撑，因为插座对稳定性的要求相对会低一点。打磨好的桌面先上一遍桐油，等油干了之后再反复多上几次。我的桐油刷一遍就没得了，所以说后面都用的木兰油。上油的时候要少量多次的上，可以保证桌面更加油润和透亮。如果有不喜欢桐油的朋友，建议直接买成木兰油。因为我感觉木兰油会更有质感一点，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这个钉子树桩和之前大暑假的是同一棵树，因为没有买到合适的钢材，它就变成了更节约成本、更匹配的选择，可能操作过程中也会更简单一些。对树桩的要求不是很高，高矮一样，磨平、立得稳、站得住就行。磨得差不多就把木板拿上去反复的打，如果哪点不平就把哪点再磨一下，直到木板和木桩都比较契合为止。费死老你才把它们搬上来，力量的悬殊才应该是男性和女性最本质的区别吧。终于我学会一个不用钉子直接钉也能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方法。这次改造总体还是比较满意，超出预算，也有很多的不足，但是用双手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真的很治愈。无论好坏，当下所呈现的都是此刻我能做到的最好。墙上的字画和一些细节后期再慢慢打磨，又实现一个愿望。谢谢你们陪我到此刻。我的厕所是带猪圈的，我不喜欢，但上厕所和洗澡都是我比较在意的事情，所以这个区域必须进行重点改造。他们家之前的浴室是在墙角搭一个棚棚，没得门也没得太阳能，我就把它敲了。打算把卫生间、洗澡房、洗衣机和洗漱台全部安排在一起。唯有美观室内所有的进出水都做连暗管，铺在地上或者在墙上开槽。为了节约成本，室外是直接做的明管，不在墙上。房子中间的这几根木头影响了贴墙砖的高度，所以我们吊钉也只能将就它的高度，上下都往中间压缩，吊出来有点矮，但是洗澡应该会暖和一点。实体店的泥塑板报价太贵了，总给我一种我不配的感觉，就在网上订了一些，比店里面的便宜很多，但龙骨的质量一般，不过也能满足我的要求，毕竟价格便宜嘛。但也不能啥子都在网上买，要先搞清楚需要的是哪种。我买的蹲便器就捞个大窟窿，和厕所实际的蹲坑位置是反的，临时要安才发现只有给重新买一个。卫生间的面积是10平，贴完瓷砖吊凹顶感觉更宽敞明亮。一直计划做干湿分离，想在中间做隔断，
也不要勒菜你给一堆有点笨重，也没得比较喜欢你小骨头能试试就直接做薄你给一堆。康健到我们这边太阳好，又能节约电费，打算直接装成太阳能。但之前有点时间一直没得太阳，我就打退堂鼓了。给安装热水器是每天在院子里面干活，猛然抬头，蓝天白云下的瓦房美得像一幅画，一幅显示安稳岁月静好的模样。我就决定安装热水器了，不能让太阳能给打破这种美感。一时五十天，卫生间慢慢变成我喜欢的样子，简洁、干净、敞亮、温暖。洗澡和上厕所都是我们日常居所里面不容忽视的两件事情。如果你回家待不住，肯定是这两个事情不方便。在路边捡一块石头用来做洗漱台面板，石头是整块的原石，上面有自然的纹理，颜色也漂亮，方方正正的，几乎不需要花啥子力气就能用。所以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确定了它可以用来做洗漱台台面。刚好我还没想好洗漱台要咋做，买了开孔器来预留进出水管道的位置，担心开孔的时候石头会裂开，所以先开了口才进去的。用瓷砖来做底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比较简单，只用切割四块尺寸一样的瓷砖，用云石胶固定就行。但为了确保牢固，在瓷砖和墙面接触的地方，我们在墙上开了缝，打算用四个螺丝的垫片把它们连接起来。为了找到大小合适的螺丝垫片，我们去了好几家汽车修理店，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买。做出来，我们一直觉得瓷砖做的洗漱台越显单薄，没得啥子质感，体现不出这块石头的美，就推翻了这个方案。打算去二手家具店淘一个以前用的旧柜子来改。走街串巷，我们在第三家二手家具店的门口一眼看中这个床头柜，花了50块钱买回来。我的卫生间主色调以黑白为主，所以把柜子也喷成黑色。柜子以前是上锁的，我们就给它换了套活页，把锁换成小的拉手，这样柜子和卫生间的整体风格就很搭了。安装上面的效果不算惊艳，但相比于瓷砖做的还是好了很多。下面还多个小的储物间，能放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这样一个自制的洗漱台就算完成了。厨房从这样变成这样需要多少钱？在租下这间院子两个月后，我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里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喜欢的。第一次看见这间厨房的时候不太喜欢，空间小，窗户低，到处都很脏。想租下来后，把中间的墙挪一挪，把窗子变大，和门连在一起，再在墙上开个窗。后来才晓得空心砖是没得拉力的，不能随意修改，只能遵循它现在的样子，所以只是把窗子取了往两边加宽一点。厨房的顶和其他房间一样都用的竹席，但为了敞亮取掉中间的几根木头，担心过分现代化，墙砖没有贴满。地砖和卫生间一样确实有点花，但很有质感，和院子的整体风格是很搭的。本来我是很喜欢的，但太花的东西确实不耐看，特别是在厨房改好之后，地砖直接拉低了整个厨房的颜值。也计划还想做个柴火灶，锅大实用，烟火气息又浓，但厨房实在太小了，所以只做了煤气灶，把柴火灶的计划落到了明年。因为整个厨房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做的，所以没花啥子钱。在厨房里面的每一块面板、每一个隔断都需要现场定尺寸、现场切割再给他们上漆，所以做起来会比较麻烦。窗子计划做一个上推悬空窗，把窗台作为小吧台，喝茶、聊天、吃东西。但这种窗子我们这边做不了，只能在厂家订了发回来，价格比较贵，不到两平就要将近3000块钱，所以就没做。于是它就变成一个半开放的厨房，除了担心灰尘，其他一切都很完美。我很喜欢它现在的样子，有明显的功能区划分，又不觉得拥挤，简单又不简约。对于一个不点外卖、一碗面条都要自己煮的人来说，拥有一所房子，一定要拥有一间喜欢的厨房，因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花30块钱买个柜子，打算把它改成茶水柜。柜子品相确实有点差，门也是烂的，抽屉也有很多的磨损，和二手市场里面两百一个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30块钱真的很便宜。此前买的拖气机不好用，刷两遍气都没掉，只能用脚磨机一点一点的磨。
尤其你渗透力很强，打磨好之后木头里面还留有很多红色，柜子边上有深浅不一的凹槽，打磨不干净刚好留下陈旧感。柜子以前应该是放厨房的，有很多的油污和异味，所以我把里面一打磨，大概花三个多小时才打磨完，留下满身的木渣和酸痛的右手。柜子上面的裂缝打磨好之后比没打磨的时候更大，就锯了两块吊顶用深的木工板钉在柜子里面，贴缝我用的泡沫和木渣。本来应该全部用木渣，但我只买了三瓶碗的，就先用泡沫在里面打底，再用木渣填充。柜子是榫卯结构的，不过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脱臼了，我修复不了，就直接用的气钉枪。刷柜子的漆用的水性木蜡油一点异味都没得，像巧克力一样的颜色也是我喜欢的，刷漆也很随意，虽然大家都说要顺着一个方向刷，但我这个底子不太好，所以刷出来也挺不错的，怕两扇门修不好就没安。把柜子里面也刷一遍，刷完有多余的漆把外面再刷一遍，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其实我只是给它换了个颜色，看上去很好看，家里面有老柜子的可以试一下。只能自己做一个，刚好家里面有很多用剩的木头，还有一个闲置的竹草，正好学到网上先做一个榫卯结构的架子。先把四根立起来的木料切割成我们想要的尺寸，然后再打磨抛光上木蜡油。因为是做榫卯结构，所以需要在这四根木头上开很多的口，先用开口器把孔钻好，然后再用镯子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另外八根连接柱子的木头也要把它切割成我们想要的尺寸，然后在木头的两端把榫头做出来，这样我们八根小的木头和四根大的柱子就会连接在一起。接下来就是用榫和铆的咬合，然后把四根大的柱子和八根小的木头连接起来，担心不牢固，所以说我们还是加锅贴。竹槽开口我们直接用的是瓷砖开口器，然后再买一个做凹槽的工具，把口往下打磨掉一层，再把排水管到安静去，竹槽就不会漏水。在洗手台的前面我打算再做个置物架，用来放点花花草草。确定好置物架的尺寸后，把木板的多余部分去掉，然后重复上面的步骤，给木头打磨抛光，然后再给它上漆。漆是水性木蜡油，就是之前做柜子剩的，刚好可以涂这块木板。洗手台粘的墙没注意保护，现在变黑变脏了，趁到其风干的时间我们刚好可以来处理一下。先把不干净的地方打磨掉，然后刮一层腻子粉，等腻子粉干了就可以上乳胶漆了。乳胶漆上完墙面就和新的一样，于是觉得这满屋子的白墙好多地方都需要重新刷一下。最后把木板顶起，我们的洗手台就完工了。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省了几百块钱的洗手台效果咋样。女孩子的房间是啥子样的，这是她最开始的样子，经过补品刮腻子喷漆和吊顶，她就接近我喜欢的样子了。想直接把木板放在地上当床，但地面效果太差，所以爱用木地板。木地板是网上买的，品质不错，同时说和别个买的一百多的差距不大，偷偷的高兴哈，毕竟我只花别人一百或者三分之一的价格。但你不晓得的是，别个一百多一平的木地板是包安装的，而我呢是要自己给货运公司批货拉回来自己安装的。还好朋友提醒我买了安装工具，不然这下我应该正看到木地板发财。安装过程又出现和以前一样的问题，房间的墙不在一个平面，绝不是直角，所以光排头的几块木地板就折腾一个上午。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用气钉枪直接钉死在地上，还有后面墙的临场安装过程。但收尾也是个难点，多数木地板都需要切割，不然补不起缝隙。不过之前卫生间的木地板吊顶是我和朋友一起做的，刚好就是差不多的原理，所以勉强能解决这个问题。十三平的木地板没有休息，从早上八点弄到晚上十点。如果按照100块一平算，买15平木地板花650，老师不还赚了650，真的是我分钱小能手。但如果你不像我那么穷的话，还是请人做嘛，钱呢就是在那花的噻。其实因为做起来有点难。
木地板弄好，氛围感就出来了。两块简单的床板放上去就超级好看。阳光从窗子外面爬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光着脚站在上面跳舞。虽然我不会跳，但这句话能表达我当时的快乐。房间比较小，所以没准备衣柜，直接买了根罗马杆，把衣服挂到墙上。书架是捡的二手，台子也是捡来的，外加路边捡的桃花，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心事簇拥烈日的花，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心长着期待着你的回答，我抱着回忆春去不下。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实木的柜子，又觉得贵，可以试着淘一些老物件来改。这个柜子是我花30块钱买茶水柜的时候一起拿回来的，算是买一送一，也可以说没花钱。拿回家的时候就想着改房间的时候把它改成床头柜，放几个月，今天终于对它下手了。我买的柜子可能因为便宜或者没花钱，品相都不太好，需要修补的地方比较多，光打磨干净就花几个小时。每次打磨完满身满头的木渣，都告诉自己下次别搞了，但看着木头的纹理显露出来就很开心。这个柜子不打算上漆，就保持它本来的颜色，会和房间的木地板和吊顶都很搭。但柜子没有很大的缝隙，面上吊了一块内部隔断用的瓷砖，所以这三个地方都需要好好的修补。缝隙的修补在老物件的改造过程中都会涉及，所以今天的视频比较详细。缝隙下面用的纸胶带粘住，往缝隙里面填充木渣，填充好之后倒入泥二进去，等干了再次填充，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缝隙填满就行。多出来的部分用旧墨迹抹平，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办法，以后分享。面上吊的木块直接用白乳胶粘，然后用气瓶枪从下面固定一下。柜子不上漆，看起来会有点单调，所以我把拿手都换成铜的，和也分去了就一起换掉。这些都比较简单，直接网上买现成的，然后把旧的取下来，清理安上去，工具也不会很复杂。内部的隔断找一块材质相似的木料，然后切割成对应的尺寸，这样一个废掉的柜子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我们生活的角落里默默发光。改造就是把我们心里的那份美好搬到现实生活中来，生活本来是平凡普通的，让我们花心思它就会变得不一样。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门框的时候就晓得它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送工人回家，想去翻下他家的柴火堆，看还有没得老门板，老门板没有找到，待在他家门口看到这个门框，就穿越了几十公里把它带回来。我特别喜欢在村里面瞎逛，总能遇到一些好的宝贝，并且这些宝贝在他们眼里面一文不值，要么当垃圾扔掉，要么随便找个地方放弃，都觉得占位子，所以才成全我。这个门框没得啥子讲究，不需要修补，也不需要改动，把所有的木头打磨干净，再按照老样子连接，最后用气钉枪固定。挂钩直接买的现成的，安装起来很简单。我以前一直想做农村美食博主，最近才发现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一条改造博主的路。院子有了，房间也很多，在家里面很空，需要置办的东西也很多，但我喜欢的东西都不太便宜，所以改造二手家具是个特别好的办法。其次就是我现在经常一个人，不像在家里面有人帮忙，有人一起吃饭，所以就吃得很简单，鸡蛋、面条、洋芋随便弄一下都能填饱肚子。因为更多的时间要花在做视频上嘛，毕竟这个院子离我理想的样子还差很远，所以现实和理想差距的每一步都需要我像搭积木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堆上去。其实以前我也是啥子都不会，只是我拥有一个梦想，决定去做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变得更强大、更能干，不然我的能力就支撑不起我的野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要不是生活所迫，哪个想拥有一身才华？不一定是对的，但一定有故事。这是一张有故事的桌子，当它出现在我家的时候，我即将成为它的第三个朋友。桌子款式不错，但品相很差，不过我确实很需要一张桌子，所以用到头皮改一下。只是没想到它后来变得那么好看，用水清洗是因为它确实太脏了，洗洗干净看它本来的样子。这里有另外一个修补老物件的办法，挂腻子贴补缝隙，然后上漆，去掉表面的漆和腻子后，看到柜子最初的样子。那时候它应该是一张书桌，上面有红色、蓝色墨水浸染的痕迹，还有小刀贴在桌面上的字和一些坑坑洼洼。因为深受喜欢或者很被需要，它被进行了二次修复，到我手里面就是第三次了。我还挺喜欢去掉漆和腻子后它陈旧的样子，
是包顶水月沉淀和 Remation 风霜，享誉为老人。不仅一点啥，德国也呈现出了个颜色。但作为书桌，它的色调和我的房间不太大，所以还是决定打磨。不晓得落实作用的啥子木料，随便打磨一下就温暖光滑，手感和质感都特别好，样子也很高级，既保留有水韵的痕迹，又是朴实无华的原木风，一放进房间就很有感觉。像这种大小纯实木的桌子，做工好一点、木料好一点的，随便都要小两千，但我一分钱都没花。抽油烟机的排烟管总露在外面，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买了块木板，给它穿件衣服，直接贴着墙做一个只有四个面的长方体，包裹起来。先确定好对应的尺寸，然后把尺寸标记在木板上，放在台具上切割就行。搬木板的时候想请邻居来帮忙的，但这东西不是可以拖吗？也还行。经常用台具，技术还是不好，总切不直，甚至觉得挺危险的，一不小心木板就会弹飞起来，看来还得再找老师请教一下。四块木板切割好，就可以直接用气钉枪固定了，因为木板挺厚的，所以不用担心会打穿。当然这里也可以直接用角铁，不过角铁会麻烦一点。做的差不多了，还是觉得切割不够，又重新弄了一下，结果反而把面板划伤了，只有接受它不太完美的样子，但放上去也还是那么回事儿。木板挺重的，就没有固定，刚好卡在两个钉子中间，也不会落下来。窗子看进来就是洗菜的地方，总觉得乱糟糟的，就买了块帘子把它藏起来，这样效果是不是好了很多？